欢迎观看 DJI 入门教学视频。本视频为您介绍 Spark 飞行器电池的充电。一、使用 USB 充电器充电。连接 USB 充电器与连接线，将连接线接头插入飞行器尾部 Micro USB 接口。稍等片刻后，电池电量指示灯循环闪烁，表示正在充电。完全充满一块电池约需要1小时20分钟。二、使用充电管家充电。将充电器接头插入充电管家电源接口，此时充电管家指示灯黄灯常亮。将需要充电的 Spark 智能飞行电池依次插入，充电管家将根据电池剩余电量、电池电压进行排序，以最快速度充满多块电池。充电过程中，充电管家指示灯绿灯呼吸，电池电量指示灯循环闪烁。完全充满三块电池约需90分钟。电池充满后，充电管家指示灯绿灯常亮，电池电量指示灯全部熄灭。感谢您的观看。